正宗传统越南烧冬料理，巨无霸看上去邪恶无比。就在 B Street 的 Saigon Bowls 里，他们的烧冬大大一致，里面还有塞满煮过的紫米，来自越南正宗的传统做法，加入各种香料，然后一起抓拌，才塞进长达16至18寸的大烧冬里面，淋上独门炮制的酱汁，烧冬在铁板上烤到特别香，塞满馅料，口感有层次，独当一面。搭配章鱼的佛，完全不失越南的风味。他们的沙煲鸡肉、牛肉熬煮多小时，两款都是属于偏辣的口味，肉质入口即化也很入味，牛肉的香料味浓郁，鸡肉的就是拿来煮咖喱，搭跟白饭真的好吃到不能顶。他们的午餐菜还有汤和小吃，也能打包带回家慢慢吃，店内也能叫菜吃饭，相当受欢迎的有咸鱼爆炒盖兰菜和粤式煎豆腐葱帽。来吃越南餐，越南咖啡怎么可以放过它？极具格调的蓝色茶具，倒入热水转一转，有热茶有好运，喝了会幸运。甜品来份鲤鱼造型的布丁，大家快快过来这里 try 看新料理。